大家好，为各位介绍下面这一项商品。那我们单从一个挂钩上面一个二字，你就应该可以发现了，这个是恶搞手工厂的东西，没有错。那为各位介绍今天这个商品呢，就是恶搞手工厂专用，对于 BWSR 或者是这个四代星际战，那专用的一个挂钩组。那由恶搞手工厂呢，这个生产制造，然后呢，沿用这个之前上一代那个广受好评的这个恶搞的一个挂钩，再加上对应的一个新的一个对应的 CNC 全切削的一个底座。那我们看一下哦，这个是一个高亮银的，啊，非常漂亮，这个在这个亮银上的一个制作，再搭配。挂钩，那挂钩的距离呢？各位看一下哈，以我的手指来比的话，大概是有一个指尖的一个距离啊。那有些会做的特别短啊，有些会做的特别长，其实都还是要一个适当距离，东西才不容易会跳出来哦。那我们看透过摄影机可以看到，好，那这个车主呢比较低调，说选用的颜色呢就是黑色的挂钩加上这个银色的一个底座。银色的一个底座，那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底座的一个部分，是采用高亮银的一个底座。那直接安装很简单，把原厂的拆下来，直接做锁上的一个动作就可以。颜色的话呢，恶搞在这一方面呢，可以提供非常多的一个客制化，几乎市面上所有看得到的颜色都可以做选择。那目前呢，底座部分可以做选择，跟挂钩部分都可以做选择。那挂钩部分呢，可以沿用这个其他，譬如说像旧大臂啊等等，都可以做一个使用。那喜欢朋友们可以到麦克仓库机的新品来选购哦，也可以到目前都看到影片正下方连接到我们的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卖场哦，或者是连接到我们的一个拍卖的一个卖场，喜欢可以参考看看，谢谢大家。